个妆的想法呢，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些报道，说王菲要出新专辑了。我关注王菲的时候，她的妆容其实已经是比较现代，比较清新一些的，回到她80、90年代初的一些照片造型里面呢，还是会有很多比较港风的，比较复古。然后今天我就和一张她年轻时候的妆来模仿一下，所以我现在的脸型比较适合模仿她当时婴儿肥的样子。